啊滴答滴答滴答答答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答答啦滴答滴答，姐姐长得真好看，找呀找呀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，敬个礼呀，握握手啊，你不是我的好朋友，阿姨再见。找啊找啊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。你爸跑得可真快。哎呀，儿子，一晃啊，你爸失忆两年了。大夫说的各种方法，我们也用的差不多了。你说他咋还不认识咱娘俩呢？一会儿管我叫妈，一会儿管我叫大嫂。哎呀，真是没办法。哎呀，您知足吧，这两天啊。我爸都叫我兄弟了，我就担心哪天他突然叫我爸爸，您说我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你瞎说什么呀？他怎么可能管你叫爸爸呢？爸爸，我书包呢？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379。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379。爷爷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这是人类的智商吗？你说。那个爷爷，你给我买个糖葫芦吃吧。买什么糖葫芦啊？这不有糖葫芦吗？这不是糖葫芦，这是大葱。这怎么能是大葱呢？这才是大葱呢。这怎么能是大葱呢？这就是糖葫芦。你骗人，你大傻子。哇，好甜呐。甜啥甜啊？来，喝这个金典有机奶。这个好喝，这个喝了还能长大个儿。哎，我好像认识你。你可不是认识我吗？我都跟你生活30多年了。我是你的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迟到了。奶奶再见。孙子再见。找呀找呀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，敬个礼。哦，对了，儿子，我得提示你啊，赶快布置布置。你爸说了，放学回来就结婚。哎呦，我这辈子就是欠他的。哎呀，坏了坏了。这婚庆公司的梁好汉怎么还没来呢？梁总，梁总，忘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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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，我们全来了。啊，这么快啊？坐火箭来的？我们这不是怕耽误老爷子的好事吗？啊，赶紧布置吧。啊，赶紧布置，赶紧布置。哎哎哎哎，那你那王兰，你不是还有事儿呢吗？嗯，我没事儿啊。你有事儿。哥，这次婚礼的费用你能不能先交了？啥？又是钱又是钱，我跟我哥的感情提前不就薄了吗？你成本价3000啊？梁总说的没错，成本价就是300。还是人家王兰实在，这实在，你也太实在了你。你给我过来，这是什么？妈妈。这山东大煎饼就是好吃。